叫零部件，我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塔金系统卫星火箭的吊装指挥员，主要负责火箭的吊装对接测试检查和所有的勤务保障工作。我在这参加任务大概有98次，我觉得我为我们国家有这样伟大而感到骄傲。我叫谢兆胜。谢兆胜。加这发的话已经有105次了。进去之前我们要做好防护，穿好防护服，戴好防毒面具。我们这是国防岗位，然后就是主要的工作岗位的话，主要是那个给空调岗位保障他们的用气水。我们这边的话，像就开机的时候，它噪音会达到50-60分贝左右，就已经相对很大了已经。但是我们平时的话都有一些保护的措施，防噪声耳机。防噪声耳机。对，它可以戴上以后，基本上就可以做到。对对，声音就比较小了。我们平时的话都会带着这些保护设备的话来进行操作的话。对，防烟尘、防噪音。